大家好，傅老师您好。来，自我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我叫万婷，今年33岁，来自深圳，我现在在深圳做珠宝行业。今天来干嘛？我今天来到这里是向我的司机告白，因为他突然间辞职了，然后这段时间我也联系不到他。我今天来到现场，我真的很希望小春谈了来到现场，我真的很喜欢他。他怎么突然不见了？前一段时间和我生意上的伙伴武大峰一起出去吃饭，我因为应酬喝了点酒，喝完酒之后我给小春打电话，我说你来接我，上车之后我就睡着了，我也不知道接下来发生什么事啊。第二天小陈发了个信息给我说家里有事要走了，然后我听我的朋友又说他拿了5大分10万块钱，我觉得这个事情很奇怪，我的司机为什么拿他的10万块钱走。哎，如果这小陈真的拿了这10万块钱，你会怎么样？我跟他大概在一起相处了2年，我相信他不是那种拿了别人10万块钱不顾一切的人。我现在就是觉得古大芬可能从中间有作怪，可能是古大芬把小春逼走了，而且那天晚上发生了什么我就是不知道。哎，你没去问古大峰那天晚上干嘛了？我不太想去问他。其实啊，古大峰他其实也是我的追求者，但是我一直都是拒绝的。古大峰喜欢你啊？古大峰知不知道你喜欢小陈？他知道，所以他吃醋这是必须的嘛。你不怕你要是跟小陈在一起，古大峰就不跟你合作了？如果我因为小陈这个事情跟他不合作，其实也是可以，但是我不是那种忘本的人，我觉得吧，他还是我的像大哥一样的，我还会很真诚的对他，希望还能跟他做朋友。我不管今天怎么样，我都要向小陈表白。小陈对你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感？我跟他大概在一起相处了2年，这2年中他经常照顾我还有我的家人，平日里会帮我买生活用品还有我家里人的生活用品，基本上我们都很默契，讲话都会异口同声，我也会跟他说，哎，我们两个挺默契的哦，啊，可以试着交往一下怎么样？啊，你这样说的？就是开玩笑这样子。他说，啊，他说可以啊，因为他平日里说话其实挺少的，但是他因为他这句话说出来之后，我觉得他其实内心中还是有的。我觉得你在情感方面有一个误差，就是你会误以为小陈对你有情愫，你有没有考虑到他只是你的司机？他是因为这个薪资而对你付出，这只是他的一个职务的范围之内。谁说是他职务的范围之内？他职务是司机，他的生活用品与他与小陈是无关的。不，你错了。你知道有很多的私人司机对自己的老板是无微不至的关怀。很多女人她在事业上叱咤风云，但是她在感情上智商为零。乍一看你真的是肤白腿长杨柳腰，身价不菲颜值高，大叔追求总 say no， 御姐偏爱小鲜肉。这个事情很明显，谁不爱财啊，对不对？那么现在这个时候他又面临着一个10万块钱的诱惑，他肯定就觉得说，那我先拿着10万块钱，大不了我再找份工作呗，反正我尽心尽力的这种心是一样的。而且古大峰要小心这个人，因为他在中间一定是使了一些见不得人的伎俩，甭管是金钱诱惑还是其他的语言的威胁。小陈为什么拿呢？有一种爱叫做放手吗？如果说我拿了这个钱走人，我以后也可以不影响林总裁的生活了。你要想想，当古大峰已经水起风生，小陈还没有出生，如果没有古大峰，你是否有经济基础跟小鲜肉一起走向浪漫人生？他可能没有拿这10万块钱，或许是因为别的什么特殊原因突然间离开。你说有什么特殊原因？他自己都说出来是小陈拿了10万块钱离开的呀。我觉得小陈要是拿着10万块钱的话，其实并没有任何的错误，他只是想跟你结束你们现有的雇主关系，可能在他的心里边他觉得你和那个古董是更合适的。以前我都是为别人付出，现在不一样，小陈为我付出，所以我觉得这样的男人才是我真正想要的男人。哎，如果这小陈真的拿了这10万块钱，如果他是真的贪财拿了这10万块钱，那他就不值得我去爱。半个月前，婉婷和生意上的合作伙伴，同时也在追求自己的古大峰外出应酬。婉婷在喝得不省人事后，打电话叫来了司机小陈。然而第二天，小陈突然不告而别。随后，婉婷打探到，小陈之所以离开，是因为拿了古大峰的10万块钱。2年的朝夕相处，让万婷坚信小陈绝对不是一个贪钱的人。
但是碍于生意合作原因，万婷又不能直接去找古大风。那么司机小陈是真的收下别人的钱而离开万婷，还是另有隐情？万婷喝醉的那天晚上又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今天他会来到现场接受万婷的告白吗？你说了啊，小陈如果真的拿了10万块钱，你是不能原谅他的。对，但是我相信他是被逼走的。如果小陈没拿10万块钱，但是呢家庭反对，我相信我们俩的爱会感动他的家人。你还会继续是吧？对，你还会继续坚持。如果他有女朋友呢？他不可能。没什么不可能的呀，因为他平日里生活就是一个很实在的一个男孩子，从来没有跟就是女孩在一起讲话，都没有敢抬头看他，都很害羞。好像在你的心目当中，你认为小陈就应该是属于你的，我感觉是这样。你感觉他跟你做司机的这些日子里面，他几乎就在你眼皮子底下，完全受你掌控。你觉得他不可能能飞得出你的五指山，我感觉你有这种的优越感。我相信他也是对我有好感的啊，因为他为我做了一些事情，真的很感动，是一个男人为一个女人来做的啊，而不是上属跟下属来做的。好，行吧，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倒数5个数，5 4 3 2 1，请按键。林哥，真见到你了。这小陈长得好老啊。你好啊。你好。他是古大风。你是古大风啊？对，我姓古，古大风。没人叫你来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听说他要向那个司机告白啊。我怎么能忍受得了，所以我过来看看是什么。不是，你又不是他爹，你什么怎么能忍受得了？是这样子的啊。你说。婷子，其实我这一趟过来，老远跑过来这一边的，就想着我们之间也相处了那么长时间了，你这样子来到这个那么多人的地方，这个现场上面去表白，其实我们之间不是更合适吗？真的，这是我跟小陈之间的事情。那个小陈，我大哥，别提了吧。虽然你工作上面帮助了我很多，让我的事业这么好，但是我真的很感激你。其实我们一直以来都不是挺好的吗？我今天鼓起勇气来到这里，是因为我真的很喜欢小陈，我也希望得到你的祝福。哎，他不尽职，因为我看到了，看到有问题了，看到问题我想跟你说，平时你不听。对，你看到什么问题了？我感觉小陈的人呢，工作上面不怎么样，就好像我上次跟他出去应酬，叫他过来，他是很不情愿的。我感觉他过来的时候，他为什么不情愿呢？我哪知道，因为是不是我在这里能照顾到他？那天到底在车上发生了什么事情？你听我说，你听我说哈，因为在车上面呢，但他时间很长都不过来。后来真的把你电话拿过来说，要不来不来你就别来了。他好像不怎么愿意，反正我感觉他表情就不怎么愿意。听他说完。你要知道那天晚上发生什么事。你快说呀，老谷啊，你快说发生了什么。他好像不想听我说话。我想听你说完，大家想听。之后呢，我见他这样子，我说既然你打份工，你也想要不要得到些什么东西，不用走那么多弯路，给你10万块，你自己去赚点小生意好了。那10万块钱真是你给的？然后小陈是什么反应？他也没吭声啊。那回去之后我说我明天就我让我的车过来接上下班了，你就不用来了。古大芬，你觉得你有钱就能摆平一切的事情吗？他不是钱的问题。你为什么要给他10万块钱？他是我的司机，我看得比较透彻，要不然他不喜欢钱我给他，他会拿吗？他根本不会踩我的。我不会相信你说的这些的。我再问你啊，第一，你有什么资格开除别人的司机？第二，你有什么资格拿10万块钱去砸一个对爱情执着的小伙子？这个你有什么资格？这个不是用钱去砸，你能不能接？你可以不接的，不接就是我看错了。我不管他接或不接，对不对？你都没有资格用10万块钱来考验别人。我不想他要给人骗了嘛。我还不想他被你骗了呢。那我要骗早骗了，他因为有这段时间那是没得手吧？哎呦，不是得手问题。哎呦，一直是拒绝的吧？这个不管得不得手。我说白了，其实我告诉你，我问你啊，于万婷，他跟小陈你喜欢谁啊？
我喜欢小陈。不就对了吗？你吃素吗？你有钱你买不来爱情吗？结果还是人家小伙子可以获得爱情吗？你吃素吗？所以你拿钱来砸吗？其实你自卑吗？小伙子呢，如果他真要爱的话，他一早就已经站出来了。那是人家自己的事儿，是不是跟你没关系。因为我很多时候都听他说，哎，那小伙子不错，但是一直谷大哥这两年都一直没结果、啊、我知道你对我的好，但是就是因为我们都很了解对方，但是我们只适合做朋友，生意上的关系来往，真的我对你一点感觉也没有。希望我们到此结束，好不好？我跟你说啊，我跟你说，老谷，他的感情是他的感情，你不是他的爹，也不是他的兄弟，所以可以让他去判断。但你不能说你越过他，去跟他的司机之间有过什么所谓的交易，所谓什么样的考验？你用钱去砸，或者用钱去解决这些事情，都是极不道德的，对吧？真正来说，一个考验。我不管今天你做了什么，我都不想再提这个事情了。我今天来到这里，我是为了小陈而来的。你真的这个10万块钱不是你想的那么的。如果小陈真的拿了，我替他还给你。不是钱的问题，说句难听，给他10万块钱，他既然还不还不要紧啊。你说完了吗？你先下去休息。还在说，我不是说我要用钱砸啊，因为这个东西我是对你有一个想法。我知道你对我的好，你不可能这样子。真的，有时候你看不清楚的东西，可能我会看得清楚。没事，我比你看得更清楚。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。好，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。OK， 给个机会，因为这个东西不会随便人都说的。我真的坚持，我真坚持，我真的坚持。主持人，我不知道他会来。他对你倒是挺执着的，虽然他很多方式是不可取的。小陈真的会拿谷大芬的钱，我绝对不相信，他的人品绝对不是那样的。不管小陈接受没接受，如果小陈接受了，小陈自己有问题。但是不管小陈有没有接受，谷大芬的这种方式都是极为阴险、狡诈、不正当，上不了台面的。我也觉得小陈是被谷大芬逼走的。好，别的我不说，我们看看小陈会不会来到现场，好吧？来，站在开启告白之门的案件旁边。好，我再问你一遍，如果小陈真的接受了这10万块钱，无论是因为哪种原因，你都不接受他吗？如果他是被逼走的，我会原谅他。我说得很明白，只要他接受了这10万块钱，无论他是怎么使用的，出于什么原因接受的，我都不会原谅他。你都不会原谅他是吗？对。你确定？确定。让我们一起倒数个数，5、4、3、2、1，请按键。问题，小陈比他整整小了10岁，同时又是你们的下属。当你在跟谷大峰谈生意，在外面宾客满座的时候，他作为一个司机，他经常只能坐在车里面等你们忙完了之后才能出去。其实从某种条件上来说，他身上背负的压力确实非常大。我知道他顾忌。那你要就此放弃吗？如果他真的没有来，那也说明他不喜欢我。那你这样吧，那你在这对着镜头跟小陈说两句话。小陈，不管发生的什么事，我都会相信你。我们俩认识2年了，你所做的一切我都看在眼里。但是你今天没有来，我的心真的很痛。我会收起我的眼泪，做一个坚强的女人。我希望你能看到奢侈品，无论你走到哪里，希望你也会想起我。我的心里边有你，我真的很喜欢你。再问你一遍，如果此时此刻在生意和小陈非要做出选择，也实际情况就是，如果你接受了小陈，你势必要跟谷大峰之间有所隔阂，也许你的生意会受到极大的影响，你是否还愿意执着地选择小陈？上去再跟他说吗？小陈，如果你愿意回来，我愿意把所有的一切都放下来。我不会跟谷大芬再合作，我只会跟他做朋友，因为他对我曾经帮助过，我不能做一个忘恩负义的人。我希望你回来跟我一起，
来，古大风又上来了，来你听一下他刚才说的这番话，你想说什么？婷子，其实我的话其实跟你一样，都是发自内心的。不管怎么样，他还是没来，但我还是站在这里。这样啊，古大风，你也照顾了他四五年之久，也执着地表达了四五年之久，虽然他并没有接受，对吧？但是作为男人，公平竞争是没有问题的。但如果你背后用一些上不了台面的方式去排挤他，恰恰使得你的对他的在他心目当中的形象逐渐的降低。到这个时候，你真的应该体现出一个男人的胸怀，就是向小陈道歉。你说呢？我这样想啊。嗯。其实这四万块钱，也不算是什么，但是我感觉如果他不接我这十万块，我的决定也会改变。既然他今天都不敢来现场，不，这一块我相信他，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想法。他不管来不来，我相信他都没有拿你那十万块钱。因为他现在确实是拿了，他有没有接受我们还不知道，不能凭你一个人说了算，好吧？对啊，找他过来。行啊，所以你先下去吧。没事，你可以等着于万婷，没关系，你可以一直等他。他是拿了，但是我想知道他会不会站在这上面来。我想他不会，既然拿都拿了，我相信他不会拿你那。我希望他拿了不会过来，也希望他真拿了，你让他自己说。那你这样吧，哎，你这样来，你站这儿，把地下现场打开。小陈，主持人好。你来了，为什么不出来呀、啊？他拿了钱，拿你听到我说的话了吗？你说话呀！你好，清楚了，是小陈吗？主持人你好，请做一下自我介绍。主持人好，我叫陈义军，我来自广东广州，我是婷姐的司机。接下来我提问，你回答。好的。第一，为什么躲在第二现场，不出现在现场？拿了钱。回答我。拿了钱。来，这是我的场子，这不是你的企业。来，回答我。我不想出来。为什么不想出来？不能再回避了，小陈。虽然我理解你这个年纪，可能会有一些懵懂无知，但是今天请你说出你内心所有的话。我今天是来把那个十万块钱还给他的。小陈，你真的拿了古大芬十万块钱吗？小陈，你出来好吗？我们把事情说清楚。听我问，你拿了十万块钱是吧？是的。你为什么要拿呢？又为什么今天要来还呢？那天，婷姐跟古老板出去谈生意，因为喝了酒，等我开去接婷姐的时候，婷姐已经喝醉了，然后古老板就跟她坐到后排，我坐在了前排，但是我通过反光镜看到，说看到什么？算了，这个过去了就不说了。说，别乱说，小子。我看到古大哥搂着婷姐亲了她，而婷姐没有拒绝。怎么可能？古大芬，但是他单方面说。我再问你一遍，小陈。他单方面说。小于婉婷是不是已经喝的断了片了，没反应了？是的，当时。那他怎么拒绝？他已经不省人事，请问他怎么拒绝？是不是这样？这是你拿十万块钱的原因是吗？不是的，当时婷姐喝醉了，古大哥就找我，他下车跟我谈话，他说婷姐答应要跟他结婚了，而且以后就不用我来做他的司机了，以后车会给他开，而这个十万块钱是婷姐的一番心意，叫我以后不要在这里做了。于婉婷对于古大风一直以来的拒绝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。你都不知道？小陈，所以你拿了十万块钱，那为什么今天又要来还呢？
他当时是直接打卡就是转给我的，我不知道。好吧，你是否愿意来到第一现场？小陈，出来吧。单方面的，这单方面你得看，你自己看到了他怎么说。不管发生什么事，你出来，我们把事情说清楚。我是真的很喜欢你，让他考虑。我也不想再提以前的事情。至于古大芬，我更不想说他。小子，你站出来，你既然能站出来的话呢，把事情说清楚了，你单方面的事情不要他说。如果他真是喜欢你的，来把电现场关了。我求你，你让他自己说他为什么要拿了十万。来，他可以不接受，他可以不接受。我们先理理事儿。是兰让他让他出来了。你上车之后，他趁你昏迷的时候对你做了不礼貌的事儿。你姓小陈还是姓他？我姓小陈。你姓小陈，请问你做了没有？是男人就说实话，你做了没有？这话我肯定没有。真的没有？十万块我是给他。我问你，你亲了徐万平没有？在他没有允许的情况，你亲了没有？是男人敢做就敢装。你下去吧，我真的不想再提以前的事情了。我告诉你，一个男人你做了，你不敢承认吗？不是不敢承认。我问你，你做了没有？我不是不敢承认。你做了没有？你做了没有？因为亲他跟有没有是有没有？没有。好吧，没有。那我你要硬不承认说这没有，那我就没无话可说了。因为既然他能来。我不管他那个钱要不要，要不要给，反正拿了是拿了。他能站上来，他真的喜欢他，让他说出他的道理，我心服。你让他说。如果你做了这样的事儿，你在这儿向他道歉，我觉得还是可以原谅。否则的话，你以后跟于万婷之间的关系，一定是一落千丈。有吗？这个观念我不需要在这边去表。如果他能真正能站出来，他是真的对你是有心的。嗯。如果他真能表达得清楚的话，我也不会站在这里。啊，是吧？我既然来到这一刻，我就想看到。我们为古大峰鼓个掌。另外，我再问你一下，亲了没亲？亲了没有？到底亲了没有？是男人就说亲了没有？干嘛？还把我拽在边上？不。啊，小陈是不来我不知道啊，他敢不敢出来我也不知道啊。但是呢，我不想因为这一个状况，会影响到万婷的感受。你想说什么？你到底亲了没亲？亲了就赔个礼道个歉，在这儿看，是吧？如果他退却，你还可以继续追求；如果他今天来了，你就放手。我肯定不会放手，因为我还没说完。放我的手干？我还没说完。既然小陈说来，我就不管这事，因为如果他不来，我就站在这里。如果这样子的话，我坚持，我看看小陈上不上来。顾大哥，平日里我知道你对我很好，你把我当妹妹一样的看待。在事业上你帮了我这么久，我真的很感激你。但是我今天为了小陈站在这里，我也鼓起了很大勇气。我希望决断的判断可以，我今天在这里做出一个选择，以后跟古大芬断绝来往。能做到吗？能做到。如果你真的有这样的决心的话，其实做不做都不重要，关键是你要有这样的决心。来吧，站到开启告白这门案件旁边。那我们一起倒数五个数，看看小陈会不会勇敢地来到现场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按键。把事情说清楚好了。主持人好。你可以啊。
我就相信他不是这样的人。但你发现古大风亲他的时候，为什么你不跳出来给他一拳？怎么说呢，我是一名司机，而他们两个都是老板，我也不可能说。但是他断了片啊，他没有行为能力啊。那我语言上可能会，那你就看着他被欺负吗？不会。来，站这儿吧。接下来是于万婷和小陈的告白时间。小陈，我就知道你不是那样的人，我知道你肯定不会因为十万块钱不顾一切的人，你知道吗？你这些天走了以后，我的生活全乱了。你走了之后，我连早餐都没有吃，每天都会想着你。不管古大芬说了什么，我以后跟他断绝来往，以后我不再是你的老板，我要做你的女朋友，我真的很喜欢你。不要再次拒绝我好吗？你已经拒绝过我一次了，我们把钱还给他，以后我们俩一起共同努力，好不好？答应我好吗？婷姐，我觉得我配不上你，我什么都不懂，我只是一个司机，我只能负责接你上下班。这个不是最重要的，只要我们两个是真心的，能好好过日子就行了，你不要再去顾忌了好吗？答应我好吗？相信我，我以后也不会再跟那个古大芬来往，一切都不会，不要再有任何的顾忌。你喜欢我的什么？我喜欢你的单纯，我喜欢你的实在，很会照顾人，